我敢说99%的人来张家界真的都白来了。张家界旅游根本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贵，现在旅游淡季，价格便宜到你想都不敢想。视频结尾有详细的吃住行和费用价格。第一天，乘坐飞机或者高铁自行抵达张家界，管家24小时接您入住市区酒店，晚上可以去72旗楼或者南门口美食街品尝当地特色三下锅。第二天，去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乘百龙电梯，1分28秒抵达山顶，游览袁家界，看阿凡达取景地悬浮山，观天子山空中田园，登顶黄石寨看奇峰耸立，漫步金边溪，感受人在花中游的意境。第三天，跟着小罗一起来到天门山，乘坐亚洲最长高山客运索道直达山顶，走完1400米的玻璃栈道、情人桥，再到天门洞广场，挑战999级天梯，俯瞰世界公路奇观99道弯。第四天，前往挂在瀑布上的古镇千年古镇芙蓉镇，晚上到达凤凰古城，来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边城，看一看灯火辉煌的凤凰夜景。第五天，走进苗寨，去苗家做客，喝南门酒，感受苗家人的热情。我是张家界小罗，视频这么一圈玩下来，人均只要几百块。想要了解更多详情，点击我的头像。